好，我是 Chris。我今天要介绍的主题系列是无印良品。那这次的主题是无印良品私心推荐品质。那今天有请无印良品前店员 Rick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Rick。我在无印良品有实习一年的工作经历。Rick， 那今天我们要推荐的是什么？我们今天要推荐的是这款牛津布的白衬衫。为什么要推荐这么平凡的东西啊？因为其实它的材质就是其实还蛮舒服的，它有分成牛津布跟平织布。那牛津跟平织差别在哪呢？牛津布跟平织布的话，最大的差别其实在于它织法上面的厚度。对，那因为牛津布的话，它就是会比较厚一点，所以它相较于平织布，其实它是比较不容易起皱的。它的特色是什么？它的特色的话是，就是无印良品最主打的那几年，就是要在三年以上没有施化学肥料的土地上面，就是耕种出来的，而且是属于就是自然的采收方式的棉花制成的有机棉。对，那它对就是不管是生产者对土地，还有对你买的就是消费者，都是没有任何的就是伤害的。对，其实是还蛮不错的。那这样会不会很贵啊？对，应该很多人都会在意价格的部分。那它其实它的价格是790，对，然后它还会不定时就是有在做活动。好，那我们要怎么得知白衬衫的活动优惠呢？就是你就是在App 或者是说 Go Play 商店的那个分页里面，那你可以就是下载我们的 APP 哦。点开来之后，其实它上面其实有一长串，你可以稍微滑动一下。那其实一直到拉页的下方，它都会有不管是周末限定，或者是说相关的活动推荐好物，或者说一些店内限定的活动啊，说什么的，它都会写在这个上面。可以，大家可以就是有事没事滑个手机，可以点开看一下，里面其实有蛮多讯息的。影片差不多告一个段落喽。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想告诉我们的事情，都可以在底下留言。那不要忘记订阅跟开启我们的小铃铛。对，那一些比较害羞的朋友啊，如果说不敢在底下留言的话，那我们等下在连接的部分也会提出，就是信箱的部分，有想说的、想要建议的，也都可以再传讯息告诉我们。拜。大家好，我是克里斯。对，Rick， 那我们今天要推荐的是什么？我们今天要推荐的是这款无印良品牛津布的白衬衫。你们是猜出来？你是这样说？是我怎么样？哦，对哦，影片差不多告一个段落哦。如果有任何的问题，或者是想要问无印良品相关的打工活动，或者是打工活动，怎么了？